慢慢哈，要啦。洗洗来来嘛，要啦。对，放松。哎，真厉害，豆豆。哎，好棒，妈妈觉得你很棒啊，豆豆。对，放松放松，对，一步一步的。嗯，不怕的，宝贝儿，妈妈相信你可以的，宝贝儿，来。哎，厉害，妈妈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哎，宝贝儿，好棒。对，真厉害，豆豆，放松。哎，稳住，稳住，妈妈看，我豆豆真厉害。好，妈妈特意节哈，又等你哦，是不是？加油！好棒啊，我豆豆，对，很棒哦，下坡下的特别厉害，是不是？来，哈哈。第一次就是早上。啊，对。第二次就是今天。啊。今天有一点点紧张，没关系，刚开始都紧张。对对，踩得很好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好棒哦，豆豆，看看看妈妈。对，来过来吧。啊，好厉害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哎，放松，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，豆豆，刹车刹车。对，好棒，妈妈给你吼刹车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对，刹车一定要带好，刹车，宝贝儿。对，来。下坡的时候就像开车一样，都要捏着刹车，知道吗？像妈妈以前骑自行车是一样的，下坡的时候都要带着刹车，好吗？哎，没关系，你看我们倒了，自己爬起来就行了，是吧？妈妈，哎，要不前面的话，前面的话就按一张。嗯，是的，来，宝贝儿，慢慢的啊、哦。哎，对，很棒哦！你记住妈妈的话，每一步踩稳了，咱们就不会摔跤了，好吗？来，放松，放松心情，呼吸，宝贝儿。我们想一些开心的事情吧。那天琪琪妹过生日，蛋糕好不好吃？吃。对，气球好不好看？好。好。放松一点啊、哦，咱们想一些开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、嗯。哦，那我们晚上又去琪琪妹家看一看那个气球好不好？还有那天那个，我想一想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，电影好不好看？看。这个故事不是电影、啊。我们那天去看电影的呀，哆啦A梦啊，宝贝儿，是不是？来，过来，宝贝儿。我豆豆真棒，是不是？咱们完全放松下来了，咱们就不怕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过来吧。哎，好棒啊，豆豆，厉害嘞！对，我豆豆真棒，来吧，宝贝儿。哎，好棒！哎，豆豆真厉害，是不是？妈妈相信豆豆可以的。你看这么一个坡，自己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放松，嗯。还有点好，我不动了，我不动了，来吧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这是终点站了，好吗？嗯，这个坡坡就下完了。哎呦呦呦！小朋友真勇敢。谢谢奶奶。紧不紧张？嗯，刚才我忘记跳舞了耶。啊、哦，跳起来了是吧？来站好了，宝贝儿，先站好了，妈妈看一下。你看这么个坡都走下来了，是不是？我都要喝水，那你我就不走了。你还要走啊？那来嘛，放松哦。嘿嘿嘿。对，都成功了。哎。嗯。慢慢哈，要啦。洗洗来来嘛，要啦。哎，好，放松，到妈妈这里来吧，我们要上课去喽。来，好，真棒，豆豆。哎，刚刚下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感觉我在跳舞。你看着自己下了这么大一个坡，你心里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很美丽，很美，心情很美丽，对吗？嗯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嗯，所以说咱们不要怕，好不好？嗯，继续加油。